跟我们家人互动也蛮好。他这十一年他一直想要学客家话，然后你还好意思讲这个？因为我奶奶也会觉得，哎，现在还尊称，你知道，那范小姐怎么不来吃个饭？对耶。然后有一年我们就吃那个团圆饭的时候，她一直觉得，哎，我奶奶是不是每次讲客家话的时候，她都不知道讲什么？她说你可不可以教我讲一些吉祥话？对，对啊，我想学一点。我奶奶也想要听你讲客家话吉祥话。我讲一遍，你讲一遍，我这是客家的传统。可是你这个人，你教的时候会不会很危险呢？很危险。然后我就他害我。我奶奶坐这边，他坐这边。我说，哎，我讲一句，你跟我讲一句。他说，我说好。阿哥吐出胎毛虫，然后他阿哥吐出胎毛虫，阿妹吓到面缝缝。然后讲完，我奶奶娇羞的，公妈该等死。因为这一句中文翻译是哥哥掏出大毛虫，妹妹吓到脸红红。看啦，小燕子揍他了，小燕子。我奶奶羞了嘞，你看他，我妈在拱羞。他就这样害我，就这样害我。他慢慢就跟我奶奶一直傻笑，这样还像领赏这样。从此以后，他奶奶看到我都有一点点怪怪的眼神。讲奶奶大过年讲这个，对啊，而且奶奶觉得哇，这个女孩好开放，对不对？怎么办啊？对啊，我的孙子教了一这么开放，身体会瘦哦，太可怕了。对对，我可以回去不跟他讲话好几天呢、啊。真的吗？对啊，太过分了，真的离谱，不没礼貌。我奶奶是留下印象深刻。印象深刻。